首领什么时候退位让贤呢？咱们暗示一下他吧。你副首领还想升职？除非你用一个天使打三星。哎，首领上当了，反正打不了三星也不亏，咱们直接去试试。好，直接永王保飞艇飞到阵型中间。这个人的天鹰、插弩、投石炮、地狱塔都是十四本满级的，但是他全放在中间了，咱们超法直接把他都打掉，就可以直接打三星了。他这个大本没满级啊，打爆以后没有毒药，但是现在狂暴没有了，超法没有狂暴的话打的是非常慢的，应该是打不掉这个投石炮了。这个单头塔这边给一个骷髅法术，避免永王一会儿去自杀。然后咱们让闰土单走右边，先来一个骷髅法术吸引对面女王伤害。哎呦，这里正好还有两个老六电塔，幸好先给了一个骷髅。这边防御还是有点多，再多给一名骷髅吧。